第四次。第四次啊，今天破了紀錄了。我呢直播了这么多年了，都五年了吧。我未試過一次直播要直播，我直播兩次，斷了一次試過的，今次是第四次了，這次直播。Aska, hello， 我們又等大家進來了，哎呀，真的不好意思。左左尾 ，hello， 緊要啦，咩所謂啊？我反正我們這些咁高深的藝術史都冇乜人睇啦，反正。田村啊，田村神你又左座尾嘅又變咗。William hello， 七個。Elisa hello， Elisa 忠實粉絲，多謝大家，緊要啦。一個禮拜一個禮拜咧，我開得一次咧，我又唔捨得，未講完聲拜拜走，好冇禮貌係咪？一個又唔係開得密，係嘛？好。咁樣咧，會睇嗰啲咧就會睇翻直播翻去啦。我諗我今日留底留第一條同埋留第四條，即係條中間兩條我 cut 咗佢。好嗱多謝曬啊！好啦，嚟啦，繼續啦喎。咁樣總之呢就米高安哲羅就發脾氣啊，走鬼咗返去 Florence 啦。咁啊 Florence 呢，咁啊教皇又去周圍周佢啦。咁啊去到 Florence 呢，咁佢嗰啲 Florence 佢嗰啲人都將佢即係推薦返佢俾教皇啦，咪一間教皇嬲咗我哋唔係咁好啦。擁咗佢呢就唔係做嗰、那個頭先之前嗰個墳墓啦。他就是做什麼？就做西斯丁教堂，就是剛才那個西斯丁 Chapel 了、okay? 其實這裡呢、這個西斯丁教堂呢他做天花板，但是其實呢如果你們有機會去，他旁邊都經已畫了很多以前米高安哲羅的前輩的大師的作品，我記得有 Lippi 在這裡，就是 Botticelli 的老師有的、okay? 但是所有人去咧都唔睇側邊呢啲，佢淨係睇天花板，跟住就睇 Last Judgment， Last Judgment 最後的審判。OK， 咁頭先一開始嘅時候我講咗我講咗嗰個天花板畫點畫啦，係咪啊？咁我度讀多啲依本書嘅嗰啲字俾大家睇啊，嗰度亦都好有養分，係嘛？咁教皇就提議米高安哲羅就去畫啦，米高安哲羅咧。但極力逃避這個作和，他跟他說我不是畫家，我是雕塑家，我雕刻的嘛，大佬你之前找我做墳墓雕我家來啦，現在你不要我墳墓雕，你畫要我畫畫不行喔，是不是？那原來推作和，是不是？他認為這個不是那麼討好，一定是敵人的巧計來找他笨，但在教皇的堅持下，他終於就裡面弄了草稿的城，是不是？同埋咧，佛羅倫斯嗰度咧請咗助手，可是咧忽然之間咧，佢將自己咧混咗落去，又唔俾人喎。跟住後屘佢就做嗰個經世嘅。初頭佢唔係嘅，初頭佢十二門徒草稿嘅啫，佢上邊唔係創造畫當嗰啲嘅，嗰啲 idea 係我冇記錯係咪高安哲羅開出嚟俾教皇噶。普通人咧好難想像一個人點可能好達到米高安哲羅喺教堂裏邊咧嗰啲架上邊孤獨四年嘅成就咧係做唔到嘅，呢個係真事。當時啊，彩繪這一大片天花板上邊嘅畫咧，各種精細嘅草圖咧，同埋咧原鑽印至牆上嘅工作體力咧，頭先我講咗嗰樣啦嚇。即係就咁唔叫你畫，你就咁畫下邊草稿，畫一比一大細嘅草稿，然後喺嗰啲草稿嗰度咧吉窿仔，圍住個人吉窿仔，將個稿咧貼咗上個牆嗰度，然後咧再揾啲碳粉咧印啲痕上去，將個稿印上畫稿印上埲牆度咯，你都做到你啊，因為佢頂啊喺個頭頂上面啊，你經已夠。
體力勞動噶啦，已經死噶啦，係嘛？佢必須躺下來，引頸而畫啊！即係佢瞓咗喺度，然後咧就身高有我記得我睇過佢，好似話佢有兩種都有用嘅。總之就好辛苦啦，畫得。結果咧，佢變得習慣於依、這個，佢就畫畫下，佢就習慣咗啦。喺嗰段期間，佢甚至啊接到信，亦都會很自然啦，舉到頭上面畫個頭夾啊夾梗咗嚟畫啊！我翻嚟啦，好啊，繼續睇啦嚇。向後咧，我會留底嘅，希望我趁個 WiFi 未斷，我講曬佢。向後屈住嚟睇，然咧佢讀字滿他讀字滿畫滿呢個龐大嘅空間咧，一根才智上與技藝上成比咧，就微不足道啦，係啦。即係咧，其實最勁就唔係佢個身體嘅能力，而係佢嗰個腦袋嗰個技藝。依啲豐富嘅新發明、處理細節毫無失誤嘅技巧，以及最重要嘅係米高安哲羅展示給人嘅壯麗畫面，依啲都係人類對天才能力有全新嘅概念。佢真係將佢將畫畫依樣嘢推到一個新嘅層次，啱嘛？新嘅層次，頸椎炎係啊，真係啊！仲要夜晚畫，好多時候眼都死。所以咧，依張畫你而家睇到，而家咧，如果你有機會睇到頭先嘅圖片咧，或者係相咧，就係、是、洗咗畫嘅。之前好灰，之前好啡噶啲色，之前唔係而家咁鮮嘅，因為咧佢下邊點油燈成咧個天花板好污糟啊！啊，洗咗一輪，洗咗好多年嘅啦。你哋上網抄翻啦，就有啲 documentary 咧講翻點樣洗依張畫嘅。是吧我們經常會看到這些巨作細節的，但是呢可是呢總覺得不夠過癮。當你 我去過的，大家都有機會去看看教堂裡，你要去過這個教堂你就明白，我今天第十六堂，你明白，我都是講來講去都是講 Italian Renaissance， 你會明白 Italian Renaissance 意大利文藝復興呢那個高度，那個震撼性，你去入這個教堂，你才可以知道 High Renaissance 去到哪個程度。因為其實如果這一張半張都是小張的，這張就這樣的氣氛都即是震攝了你，是吧？與你看過一切照片呢總是不同的。那個教堂呢好像一個呢有淺淺的高大會堂，是吧？高高牆上面呢有耶穌摩西的啦，是吧？舉到都係米高安哲羅前驅者之作，係啦，即係我話頭先咧，嗰個畫嘅側邊依啲咧，唔係天花板咧，側邊依啲咧就係米高安哲羅嗰啲前輩畫嘅，都好勁啊其實。但係你去到嗰度咧，你又眼都唔睄，眼都唔會望嗰啲，你淨係望住天花板嘅啫，係嘛？當你抬頭，你睇唔到，你睇到一個唔同嘅世界，嗰個超乎人類層次嘅世界，米高安哲羅。在架與高窗之間的那些，即是它彎的，因為那些叫做窮窿類，安排了呢，是啦，都說了剛才，中間，除了中間呢，除了中間的主體呢，它旁邊有很多大隻的人，那些什麼女先知啊，成那些，就是他們那些先知，很大隻的，這些很大隻的，你想想，阿當是這麼大隻，阿當是這麼大隻，這個人這麼大隻的，很大隻的，阿當睡在這裡，這個人坐在這裡，很大隻的，那些什麼先知啊成啊那些，如果大家去看就逐個都是很好看的，很好看那就什麼預言家成那些了，我不記得什麼，總之你看到一大堆男男女呢，還有呢那個身呢都扭來扭去，他將這些人畫成強大的，是很強大的，他這些女人都好像男人一樣畫，好像男人加個胸上去那樣的，坐住沉思閱讀啊、寫信啊、辯論啊咁樣，有啲咁嘅動態啦，有冇？呢啲尺寸係超過真人大小嘅人物行列中咧，喺天花板中間咧，頭先我講啦，最重要啦就係《創世記》同埋羅亞方舟嘅故事啦。佢就首先畫咗羅亞方舟，跟住後屘就畫《創世記》啦，係嘛？依一宗咧大規模嘅工程，似乎咧並未滿足佢創造全新形象渴望。佢又分隔喺畫翻咧，就再加啲細嘅工藝啦嚇，有咗雕像咧，又靚，總之就，唉，畫到眼都盲啦，得唔得？係啊係啊，大家咧
大家知唔知咧？我又再噏下咧，依啲扭嚟扭去，依啲雕像，依啲人啊，剩依啲咧，大家知唔知？大家有冇睇動漫咧？《Jojo 奇妙冒險》啊？有冇人有睇過《Jojo》啊？又係 Yes 啊？有冇人睇過《Jojo》啊 ？Yes No， 打個 Yes 或者 No。Yes 啊 ，Jojo 係跟佢嘅 ，Jojo 嗰啲人係跟佢嘅，跟佢嗰啲扭嚟扭去。係啊，你知你有睇過就知道我講乜嘢。因為我睇過、一個 YouTube 咧講 Jojo 嗰個漫畫家畫人咧，佢攞本咪《光之路》嗰本書嚟參考嘅。哇！全部未睇過 Jojo， 淨係 William 睇過。Jojo 好睇啊 ！Jojo 白金之星、哦、，Crazy Diamond 啊，大佬，左得咯，係咁打嘅咧，好勁嘅咧。OK， 唔好意思，原來全部文青啊未睇過，唔緊要，唔緊要。OK， 當我哋睇到依啲繁瑣人物照片，唔會懷疑啦，係平均啊，係咪咁樣就誒、之前咧佢係污糟嘅，後屘咧喺1980至1990年間移除咗嗰啲顏色咧，就出嚟個顏色好鮮嘅，即係之前咧，我哋生喺個年代係洗咗畫啦，而家1990年就洗咗啦，係咪？哇！神之皮，即係都做粉絲喎，啊食嘢 ，OK？ 喺窗子，因為咧佢嗰啲人點解咁鮮色咧？因為佢嗰個嘢喺屋頂咧，你畫到咁鮮先睇到啊，冇乜窗，嗰啲窗咁細嘅就係側邊依度嗰啲好細嘅，所以其實佢暗啊，所以佢畫鮮色啊，要依個又係關 design 事，好嘛？好，哇，好鬼多嘢喎，我埋啦，係啊，橫掂都係啦嚇。好，跟住咧嗱，依度係段嘢咧，我唔講啦，佢都係敘述嗰啲。圖啊，點樣好睇啊，成啊嗰啲嘢啦，係咪啊？即係點樣畫嗰啲人，點畫到咁好啦，好冇？都係讚佢，都係冇乜特別。我擺喺度碌，如果大家要睇咧，自己望，我唔講啦，口都蓋埋講到。嘛，總之就畫到啲人畫得好勁咁解啦，好冇？好，我哋再望一望，依幾張畫嘅嗰啲望少少啊嘛，望完就不鬥之拳有睇過啊？我哋望下，講過好多次噶啦，依張嘢講過100次嘅啦。嗱，望下上面度啦，我哋都睇下啦。啊，咁樣啊，佢依個又變咗咁樣空間。嗱，望下。呢個是分開光明黑暗，你見唔見到佢係係咁喺度試嘅？有時有啲細圖就揾四隻公仔喺度蹬，你佢都係喺度試緊嘅。而啲人咧嗰啲姿勢咧，佢冇一個係正常噶，好多時都係要扭嚟扭去嘅。有時扭一啲係相反嘅，依個同依個咪調轉咗喺背脊度望咪咁咯。佢一定要扭嘅嗰條腰，佢係唔可以好直。咁樣講嗰個人嘅得唔得？呢個係好米高安哲羅好中意扭一扭就賦予佢，同佢老師好定啊！以前嗰啲啊 Renaissance 嘅人都係靜嘅三角形嘅，佢係好料好喐嘅。其實呢啲嘢幾巴洛克嘅後邊，我哋睇翻嗱，依個係分開天地啦。依、這個創造太陽月啦，係咪啊？依、這個佢嘅嗰啲神啊，畫得好有型啊，飛落好宏偉啊，好 grand 嘅嚇。依、這個水天同埋地下，依、這個創造亞當啦，係咪啊？好多時我哋成日都講依個啦，咁我噏兩句啦，大家都知噶啦，係咪啊？亞當最緊要就亞當係一個 passive 啊，亞當係一個被動啦。神就係主動啦，咁樣飛過去啦，係嘛？依個好，依個係咁多個人，咁多個佢喺中間啦，又係
當然個比例身體比例有一個好完美男人嘅比例啦，係嘛？個頭好細嘅，米安哲羅咧中意啲人畫個頭好細咧，個身咧拉到好長咧，九頭身咧，即係個九個頭咧一個比例拉去九個咯，係咪啊？係咧，係俾佢好啦。咁咧就係、是，但係佢就係冇力噶嘛，佢賴咗度手，所以個手冇力咯，係嘛？神咧就一下點到未點到之間。一點到咧就將生命俾到佢係嘛？第二個説法咧，你啊依度咧又冇人下面好細啊，係係又唔係太強調住嘅。等陣先。好啦，嗱依度好，大家有冇睇到咧？佢嘅神咧係冇光環，然後咧周圍咧抬住佢嗰啲係天使嚟嘅，就好大隻嘅係嘛？大家有冇留意咧？神呢這個斗篷呢有個形狀是什麼形狀，有沒有人答到我說兩句，哇35分我都累，有沒有看到這個形狀是什麼形狀啊？沒有人知道是嗎？是個腦啊，是個大腦的形狀啊，即是說呢子宮啊，有人說這條線是那個下面綠色這條帶是那個那些叫什麼肚臍那條臍帶，這個子宮是個腦袋 brain 是啊，就是神俾咗智慧俾咗想法佢，係嘛？同時間你依、這個就係夏娃嚟嘅，得唔得？另外依隻手咧執埋去，依、這、一個係耶穌嚟嘅，有個説法話係，所以隻手指係咁樣嘅。你手指佢係要屈噶，佢好中意屈噶。你掂住咪掂住咧，手指乜屈到咁啫？明明好有動感嘅，依、這個撞過去，成件事好。好完美，好真係好堅有型嘅，好冇 ？OK， 好啦，跟住呢個就創造夏娃啦，夏當就瞓鬼做啦，就創造佢啦，好嘛？跟住依張都好有型嘅，依張咧係依張係夏娃同埋亞當就依、這個係嗰條蛇喺依啲圓條蛇就整個蘋果去吔下無花果定蘋果啦，係嘛？食完之後咧嗱。好得意喎！依、這個夏娃，我手指遮住，指住嗰個又夏娃，但係咧個逐出依之前個夏娃就樣衰好多嘅，得唔得？逐出嚟咧即刻樣衰曬。依個圖好記唔記得喺邊度出現過？依、這個好似 Masaccio 嗰個逐出依啲人都係咁，我俾你睇翻啦，大家好近噶。等一陣啊，我抄翻先。等一陣啊！真係幾開心，而家講下講下，卒之講到，咦？冇 social 嘅，卒之講到 Renaissance 差唔多講完，哇！依次講得真係金喎，依睇先啊 ，social， 等一陣啊！始終咧，依本書咧，課好多人咧，就係好，我覺得好深嘅。其實依本嘢係羽毛喎，你知我講咩呵？女鍋咩女鍋？係 Never Mind 啦，揾唔到喎。咦？唔係依本書度咩乜原來？可能我唔記得咗啦，可能冇。OK，Anyway。咁樣咯，咁樣就一直落咯，好唔好啊 ？I can understand 得噶啦嚇，明啊得噶啦嚇。跟住就係、是、呢幾張都冇乜人講噶咯，佢大洪水啊、城啊嗰啲攞啊個家人咯，好唔好啊？咁咧佢除咗依度之外咧，佢側邊有啲人啦，但係都唔係最大嘅，最大就係佢講緊依幾隻人咯。即係你唔計喎，你喂依啲咧，依啲畫上去嘅喎，依啲唔係真係雕像嚟嘅喎，你要知道喎，好興咁嘅喎。依幾個嗰啲先知啊，又有啲細仔喺度，但係最大隻依幾個咯。依啲女，佢畫到女人都似男人咁樣嘅，係啊，好靚嘅個比例，好大隻㗎啲人全部都。
總之就好有好有型啦，我會講得唔得？你仲未睇細嗰啲喎 ？OK， 依度有沉思啦，有幾個啦，係咪？跟住依邊啊，台書啦，你翻去自己大家望下，依啲全部都係精心嗰啲比例啊，同埋嗰啲 pose 都係精心安排，好唔好啊？咁多一個人。basically 一個人畫四年畫到唔多，都畫得好快其實。我唔知點做㗎，你唔好問我點做喎，我做唔到喎。我哋勾咁耐勾個人仔勾到好辛苦。同埋我睇下有冇啲圖，我冇啲字仲適宜講啊先。講咗好多今日。頭先嗰個其中一個女祭司就係依、這個，佢有張唔淨止一張㗎。有幾個嗰、那個嗰啲大嘅人咧，佢都有啲 sketch 流曬，你可以大家去抄呢啲 sketch， 好好抄嘅佢啲素描，係嘛？睇埋度先。係啊，都係讚佢叻啦，都冇乜特別。如果你大家想睇，可以再睇。睇埋度睇冇字，大家需要睇一下。上帝創造亞當啦，講咗啦，斗篷啦，係咯，講完啦今日。佢唔係好女性化噶，嗰啲嘢都係 man 嘅，冇乜好女性化。與其你講女性化，佢有依啲咁嘅，佢啲奴隸咁樣咯，係嘛？即係有啲同性戀意味咁啊，我覺得。OK， 頭先就。講完一個啦，咁下集就哇講咗好耐啦，咁啊因為咧又斷線又成咧，咁而家都依個廿一分鐘，咁啊同第一條片，今日咧依個第四個直播啦，我會留中間嗰兩條 cut 咗佢噶啦，咁我哋留第一同第四嘅依條留咁大家睇咯，好嘛？多謝大家一齊睇啊，即係斷線唔好意思，但係又唔關我事嘅其實，因為我唔係 WiFi 噶嘛，係咪？咁下集我哋繼續講米高安哲魯嘅嘢啦。大家有冇嘢問啊 ？By the way， 有問可以問下我啦。我又唔係話好熟嘅，不過我中意佢咯。其實，如果你話女性化嘅就拉菲爾啦，拉菲爾嘅就下集會講啦。拉菲爾係第二種嘢，我諗可能一集講完拉菲爾。有冇問題？冇問題啊！希望唔會今日幾得意啦，係嘛？如果大家對壁畫、日濕壁畫有興趣咧，可以上網查咧，你打 Fosco 啊，濕壁畫咁樣咧，就 YouTube 有好多片咧，你可以睇人哋點樣畫噶。有啲外國嘅畫家咧，佢自己都再畫多一次。我睇個 video， 佢再畫多一次濕壁畫嗰個棚。係啊，可以抄啊！不過嗰條啲人唔會抄錯嘅，學多啲咯，學埋好啦 ，OK 啦。咁最後咧，再賣翻廣告啦。如果覺得咧小弟嘅片好睇咧，請大家多多支持，可以去哇！米高哲魯係咪機嘅？我又冇乜好炒喎，但係我覺得拉菲爾太短命，拉菲爾好短命咯。唔係咁，拉菲爾可能一集就講完咯，我睇下點啦，好嘛？咁就。多謝大家支持，繼續去 Mini Video 度幫襯我買嘢啦，或者係多啲同朋友，如果想學畫畫，而家疫情嚴重係嘛，唔可以走嚟走去咧，可以試下全民畫室嘅 Patreon 喎，咁樣我哋就好平嘅啫，我哋係$40，咁你可以訂閱嗰時咧就睇到我十集素描入門嘅啦，睇曬十集啊，基本上識少少素描嘅啦，我可以話，咁啊再加上我而家嘅水彩入門十課啦，去到第五六集嘅啦已經。所以你俾$40港紙，睇到15集噶啦。其實每集我係半個鐘頭前後啦，有啲我一個鐘，有啲係4個字，有啲係8個字，我不均等嘅，但係都係長嘅，有字幕嘅，好嘛？好，辛苦大家，哇！今日講到頭都完埋，好，拜拜。